可以看到他们了，很想要问他们一个问题。我一系列是搞，我一系列这个恰玉常来上我们节目，对呀，声音很特别的，发两声种唱歌几句啊，发两声吗？哎，对，他声音好低沉。那马路上天天都在塞，每个人天天在忍耐，没有你日子很。你看，叫他发两声而已。你这个对团队精神要有，对不对？人家说发两声，然后他尾我还就上了。哎，宪哥，这一团有个很厉害的，什么人？他我的表妹，我刚看到，我快吓死了。你什么时候来这里？等一下，来这是真的表妹，这是真的表妹，不是那种都没有见过面的表妹。表妹，后来才发现，真的表妹。你什么时候加入这一团的？我来找你签名的啦，快唱两句，快唱两句。白亚的那个祈求主灵降临的那一种，好，主灵降临的吗？不要，我要我自己的。嗯，没关系。你这鬼骨碌碌，不要叛逆，不要叛逆。我们家的孩子比较叛逆哈。我唱你们接唱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你还规定人家？呼喚主灵吗？呼喚主灵，呼喚主灵，呼喚主灵。我们一起接，一起来。那要跟随哦，发了，一起发了。嗨呀！主灵吗？你刚说什么？不是，你在呼唤，有一句好像不去了，太对了，宪哥，大林来家呢？啊，不是，我们主语没有台语的啦，没有这种，就跟你讲要呼唤主灵，让主灵来家，大林来家。主灵已经跌倒了，下不来了，下来，奇怪，这个美人都没有唱到。伯杰，你去干嘛？我是男低音，男低音，听听看，来。哎呀哎呀，格林家，格林人家，中音怪怪的啦。怎么样？阿内莫，阿内莫，刚刚在唱什么？格林来家。但我觉得格林来家比较适合高音的。高音，高音比较好。哎呦，低音很漂亮哎，再来多多。我是女高音。哎，听听看有多高。那我们唱那个格林来高好了，然后女高音的版本。格林来高，我刚刚有点听不懂。格林来家，跟你来唱。格林来家，哦耶！哎呦哎呀！哇！不想再用，不想再思量，你到底在何方？哎呦哎呦哎呦！真高，这一组很强哦。咚咚咚咚，什么是人生打击？就是 beatbox。来来，你刚好遇到高手，来来来，咚咚。哦，这很厉害的，不错的，不错。它可以制造声音，我们你不要忘记，我们可以变出唢呐的声音。开玩笑，还有唢呐，准备了，你们可以吗？来哦，哎，露露来。他今天要表演这个平常演太多，来一个特别的，特别的。他的发声的地方，他竟然是耳朵，他能出声音。耳朵，很特别，很特别。这没看过，预备，来，去了。再来这位是 Q 版的孔刘，你是来干嘛？我是男高音，男高音啊，是吗？听听看，听听。我用别人的爱，普通。男高音吗？男高音哎，你要哪一首最厉害的？上时间到，来。准备带来什么样的表演？他们是宫崎骏的歌啊！哎呦，宫崎骏他卡通啊，真的是哎，让很多人心里面啊得到很多的安慰。卡通的世界，你会觉得哎，这个跟我们现实生活脱节，但是不是这样哦？你人是因为我思故我在，我以前我跟朋友讲过这个话，哎，笛卡尔，对，我思小耳朵，所以你看，你能随着那个心情，有没有气球把房子给升上去啊？啊，天空之那是那个是什么气？那个是天外奇迹，天外奇迹啊，不一样，那个宫崎骏的皮克斯不一样啊。你应该说那个骑着扫把飞的那个。那我讲错了吗？你没有，没有，马上。
你没关系，我就讲错了嘛，没关系啦，再来宫崎骏的歌好不好，加油。其实在这几年啊，台湾非常流行哦，那他们这一团今天非常完整哦，所谓的这种无伴奏人声乐团的呈现，这一团的一个表演啊，前面那一段的表演等微不足道，不一样，还在 ，Hello， 类型不太一样，你哪来家？没有，但真的很棒，他们的表演我听了都耳朵我也怀孕了，对对对对对，太棒，台湾这个阿卡贝拉是很棒的，很棒，非常棒，太有钱。